武神又拿出来了，还有律师，还有勘探员 S 5的勘探员 ，A 牌的古董商，他不是，并不想修电机，他们想修理我。这套阵容，苏寒之魂根本就没办法玩。没有一个好说的，而且大房律师跟你要半年，他微调透视微调哥，透视微调哥选大房难抓，最好还是不要抓律师的，最好不要抓律师，透视微调哥，大房要半年。他的呼吸声很重，先把手捂封了。他还有第二个表，抓大副了，没办法。这里还没椅子，我吐了。看他研究吗？天机太快了，我没开三阶，没开二阶。哎，古神陪跑了。电机要够了，电机够了，他不 OB 了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那古董商全程陪跑，抓不到会疯狂打人的。要压好了，还是已经压好了？我连二阶都没开。如果当时守大副肯定是亮密码电机，没得说的。班位真的不够，
方位太不够了。哎，那边回收。有地下室，但有古神。重伤在旁边吧。白给，平局了，古神白给了。大夫有化险为夷，他们想拖我一刀。大夫要摸道具，这波要挂第二式，不挂的话，大夫把状态补一下，道具补充一下，直接过来捞人套薄命是吧？我直接挂地下室，还想拼，他们还想拼。那个律师，我看见了大副了，律师下去了。哎呀，抓大副，大副就一瓶香水。而且他没有自愈的。我看见他自愈起来。人类是真的贪。人类是真的贪。